著名体操运动员、中国国家体操队队长陈一冰和著名演员秦海璐。听到尖叫声了，真高兴哎！跟冠军在一起颁奖真的不一样。一冰是第一次参加我们 CCTV MTV 的音乐盛典吧？对，因为刚刚比完奥运会，然后来到现场，能够参加这个音乐盛典的颁奖典礼，非常非常高兴。然后我想替大家问第二个问题，就是说平时喜欢听音乐吗？非常喜欢听，因为平常比赛和训练的时候压力很大，所以会听一些在座的一些歌手的歌，非常非常的能够放松，非常喜欢。是说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些歌手吗？对啊，当然刚才之前的有梁静茹，还有刚刚检查完的韩红，还有在座台下的萧敬腾，他们也是我经常会喜欢，包括去奥运会为我们加油的罗志祥等等。今天我们要颁发的是这个第十一届 CCTV MTV 音乐盛典港澳台地区年度最佳男歌手。港澳台地区年度最佳男歌手入围的有陈奕迅、王力宏、萧敬腾、周杰伦、方大同。CCTV MTV 音乐盛典港澳台地区年度最佳男歌手得主萧敬腾，恭喜萧敬腾。感谢 CCTV， 感谢 MTV， 感谢现场所有的朋友，谢谢你们。